你先念一下，这是什么 ？cap， 好，你转过来，记得哦，帽子就是 cap。好，你写 cap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喂，赞 ，good。Oh, number four， 转过去 ，Sophia 老师，请你转过去。第四个，你先给他看一次，然后把那个字盖起来，好不好？字盖起来，然后我看一下他会不会。先盖起来啊、哦。Red, good， 三个字。对。We， 对对对。Give me five。哦，好 ，Sophia 老师，麻烦你再换一张。下一个，盖出来啊！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把它盖住，盖住！你的答案盖出来了啊！换张，换张，他偷看到了这个小朋友。换张，换张，换张。那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啊，你忘记了，好，再转过来，把字盖出来，盖住，盖住。所以有练习就的哦，好，这是什么？盖住盖住，老师盖住，呜，下一个下一个，怎么念？怎么念？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嘘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这是 b 还是 k？k， 然后嘞？嗯 ，can，good， 下一个这是什么？你告诉你先念一次。哦，速度这么快 ，Sophia 老师换张。看最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好，盖住盖住，先盖住 ，Sophia 老师，请你盖住。盖住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念一次，先念一次。Nap， 请你写起来。N 就是你会写错的那个，你看哦 ，k at， 嗯 ，k at， 哪一个？刚才我有讲到一个，嗯。你刚刚说 nap， 第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给你一个提示，给你一个提示，跟这三个字有关系。对，其中有一个字是嗯，这个其中一这条字的其中，没关系，第一个字不会对不对？先弄出来，这个，好，你把会的写出来。你刚再说一次那个字怎么念？再给他看一次图片，这是什么 ？nap。Good, OK. 第二个字是什么 ？A。喂 ，Sophia 老师，你怎么把它讲出来了？那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嗯嗯嗯 ，Yeah。好，再画三条线。Sophia 老师换张。不能讲哦 ，Sophia 老师不能讲。OK， 转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你知道？你念出来。你刚才会这个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盖住盖住，你后面有一个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D 吗？啊、哦，刚才那一个是什么东西？拼图。拼图怎么讲？地图。对，地图怎么讲？拼图不是拼图，那个地图。好，你现在念出那个字，你念。你念，不要给他看了，你念那个字。Map， 第一个字是什么？你看，跟 Melody 一样的那个 m，yeah，app， 呜、哦，这样子你知道怎么考试了吗？这样会很难吗？对你超简单的吧？你学超快的，我以为我要跟你复习好久，结果你好快就好了，还要再考吗？不要了哈 ，OK， 好。